混蛋！硕大无比的黑洞，多神秘！张峰跑了，你可够黑的。我受够了你对我这样的折磨！来啊！啊啊啊啊全部开枪验货！我看灵魂！你死了，我现在就是个罪人。我这次是免费辩护。你太天真了，这小子有问题，犯的可是死罪。你知道我爸是谁吗？是。我不该让阿强干这事儿。黑社会背景的犯罪集团，我屁就放了。为什么呀？事实的真相。什么叫犯法？谁让你们去的？想拿我的儿子开刀？这帮王八蛋！没看错。不是。这事儿很麻烦的。喂，我是刘震撼，是局长。什么？请您再说一遍。我明白了，请您让我再想一想。怎么了？局长，局长要调我回刑警队。你该高兴啊，这回你又可以到外面野去了。哎，你不知道，他们调我回去，让我调查一个匿名性的案子。
张峰，这事儿处理的尽量软着陆，明白？行。哎，聂总啊，市委同意恢复刘振汉的职务，并让他调查匿名信的案子。真的？啊，有什么变化再给我打电话。好嘞。怎么了，聂总？方天月把刘振汉调来查咱们这个案子，他们让我调查聂明宇，调查他们公司的走私贩子。明宇？不可能，不可能！我告诉你啊，你不能去，你听见了没？这是有人要整人，你还没吃够亏是不是？这要是要一家人整一家人，这谁下的套啊？你迷信嘛，总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我琢磨着，这跟明宇无关，那多半是冲着他老爷子的。你说他当官当了这么多年，总得得罪一些人吧？啊，明宇生意做得这么大，也有不少人会眼红的。明白啊你？你放心，你放心，我不去，好吗？那不是正好吗？刘振汉跟您是把兄弟，又是您父亲的干儿子，是不是会好办多了？是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哎。反正刘振汉一插手这个案子是凶多吉少。劳动法规定八小时工作，现在是休息时间。您不能老动不动就把人给揪过来，我还有老婆孩子呢。我长脾气了？怎么了？我这刚下班了一天马路，下班了，你还让人休息休息不？吃完没有？老嫂这么动。哎，先看看这。匿名信，哎，这个东西我们那儿三天两头都有。先看了再说。查这个案子，我跟你说，你让别人查吧，我不能干。怎么了？我跟聂明宇是发小，打文革，聂市长劳改去，我们就在一起了，那才真叫相濡以沫呢。您知道的，我上警校进城，户口，都是他爹帮的忙。这些关系你也不是不清楚，要不是聂叔，我恐怕现在还在海边打鱼呢。所以，这根本就轮不到我来查这个事儿。知道，知道，知道，知道。当初你进警校，要不是聂市长的字条，我会让你进去。我就知道，你呀，有抵触情绪，对不对？说实话。刚把我调去干巡警的时候，我还真想不通。那现在我全想通了，这个是巡警也是警察，管理好社会治安也是十分重要的。再说这十来年来我干刑警，欠老婆孩子也太多了，
现在正好退下来了，我可以多陪陪孩子老婆，是吧？所以干这种事儿，什么调查案子什么事儿，你让我们队的王明小伙子咱们干，哎，他们行啊。行行行，你就给我一句话，啊，你冲了我也不干，啊？是冲着谁我也不干。我真没想到啊，把你调到巡警去冷静两天啊，你还记仇了你啊？局长，真不是这么回事。我说心里话，我是不能干这个事儿。我跟明宇是生死之交，当初我们在部队的时候，他救过我的命，在滨河为了救我，他自己得了哮喘病。你说一个年纪轻轻的就开始这么哮喘，一个能为别人付出自己生命的人，这还是什么坏人吗？你啊，还是找别人吧。我真是管不了了。我站住！刘振汉，我告诉你，我今天让你来这儿，我不是来向你商量商量啊，问刘振汉能不能低就一下这个刑警队的队长职务，我也不是来看你张死脸，来决定这个案子查还是不查。我今天叫你来，是要让你听一听市常委对你的决定。听着，经市常委会研究决定，撤销刘振汉同志的处分，重新任命他为市公安局刑警队的代理队长，并责令他组织人力在一个月内彻底查清匿名信中所说的犯罪事实，并通过市局向市委写出书面报告。干还是不干？啊？你这是让我回刑警队干队长，我干。这是聂明宇这个案子，容我再考虑考虑。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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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刘振汉，你太让我失望了。我没想到你骨头会这么软，我原以为你是条硬汉子，能当个刑警什么都不怕。现在看你，怂包一个。局长，我真是不能干。哎，要不您给我一句话，您真的相信明宇犯了匿名信上写的事儿吗？哎呀，你呀，真是个狗脑子呀！我把你弄回来，我容易吗？啊，你只要把它先接下来嘛。至于怎么查，你怎么写，还不都在你手里吗？你榆木脑袋，你怎么不开窍你？明白吗？是这么个理儿。那局长，你以为您一个人明白？全天都市人都知道我跟他的什么关系？我跟他是兄弟关系。你就不怕传出去有不避嫌的谣言？哼！我呀，还就不信这个邪。回来以后我就告诉你啊，好好找一个工作，找一个媳妇儿，不要跟你那狐狸姑娘在一块儿了。你总是不听我的话，你走吧。你有完没完了？少爷，我知我刚刚回来，我过来看看他怎么了。我再三告诉你，不要跟他们在一块儿。你再跟他们在一块儿，我不要你的儿子了。你走吧。你们都给我滚回去啊！你们在这里看哨子，我可记着你们了。啊，行行，真他妈跟他们在一块儿，你不回来了，我不承认你是我儿子，你走。走，就要走。这天，叶然没有打起精神，真是。混蛋，就是不听老子话。哎。
没地儿去，不是让回来先到这儿来报道吗？你上这儿来干嘛呀？刑满释放了。我现在是公民。不错，懂法了。这儿是刑警队，不管这事儿，要报到得去派出所。对面。今儿也晚了呀，明儿早上吧。你没家呀？我有家，我这就走。李东，回来了。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是我偷听来的。刘队要回来了。你这鬼李东怎么什么都瞒不了你啊？过来，给我点烟。啊。哎，新分来那几个实习生下班了。他们走了。你怎么还没走啊？干嘛呢？在这儿。我给倒水啊。啊。王队，我刚在跟李东聊天呢。聊什么呢？没聊什么。聊，我们都来了一个多月了，什么案子都没有。我们从学校到这儿，好像是来参加大案的吧？你没在聊天，你在跟李东学说怪话呢。哎，李东，干脆你把壶给他，让他从倒茶开始学。好。哎，王队，你刚刚说的刘队长是不是就是刘振汉呀？对，听说过吧？刘振汉。厉害啊，等他来了能忙死你。不过呀，李东，嗯，咱们得先考验考验这个刚从警校分到咱们这儿的小警花能不能顶得住大案的压力。先从给我倒茶开始。倒茶。喂，丹丹，爸爸，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要不我先煮点面条吃吧。丹丹，爸爸马上就回去，等着我啊，我给你做饭去。哎，爸爸，你给我联系学校了吗？不是说和平中学有可能吗？丹丹，听话啊，爸爸今天刚上班，工作很忙啊，明天一定帮你联系。好吗？嗯，那你快点回来。小慧儿，下班了，下班了啊！班长，我本来应该向你汇报一些情况。这是今天下午在天都码头走私的38辆奔驰车，我写了一份材料，就这些，您看。哦。回去看吧，清明啊，正好晚上一个朋友请客吃饭。老馆长呢找我有事儿，你就替我出席吧。我让刘奎副馆长和你一块儿去。算了，我不太喜欢这种场合。再说，我闺女还在家等着呢。哎，我给司机打个电话，把她接过来。不行，她还小。清明啊，吃饭是次要的，重要的是认识一些朋友。像你这样刚从机关调上来，在天都工作，不认识几个朋友，怎么开展工作呀？啊，海关是垂直管理，还需要别人协助。哼，说你是个书生吧？走走走，做领导干部的，什么场合都得经历经历啊！走。哎，刘馆长，那我给我闺女打个电话，这就对了嘛！啊，我
我妈妈像个老娘们似的，还能成什么气候？喂，丹丹。哎，聂总，啊，给您买点东西。干嘛呀？这是？嗨，都是给老年人的补品。这么长时间没回家了，咱们也得往家里捎点。把钱给你回来。这什么话？妈。哎，回来啦。哎，梦玲呢？啊，没关系，他有事儿。没事的。爸呢？在楼上，你怎么又买那么多东西啊？你看上次的还没吃完呢。爸找我有什么事儿？谁知道？生气呢，小心点。哎，再说这么晚，天气不好。爸，给你买条裤子。找我有什么急事啊？你还知道这是你的家呀？嗯，你坐我们这儿，离我们这儿。想的事情你也知道了，你到底搞没搞那些歪门邪道？你要是搞了，我就亲自送你进监狱。谁也送不进去我，我没事儿。你那公司，公司里的人都没搞？我们公司一年有十几个亿的贸易额吧，但是每笔账都从我这儿过，所以没有问题。是不是有个什么关系？是一个中学的校长，对吧？啊，对，和平中学管招生的副校长是咱们的人。有什么问题啊？你给他打个电话，给我安排一个女孩入学。哥，怎么了？动了凡心了？嗨，这贺清明啊，有个女儿，今年考高中分数不错，但是没有学校要她，现在还在家待着呢。是吗？那我明天就去办。霍成，你现在就得跟他联系。我是相信你不会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来，可是为什么还是有人写信告你呢？那还不是你工作中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吗？爸，您这个副市长该扶正了吧？还有没有其他人选啊？这不很简单了吗？拿我打您。他们干嘛冲我来呢？你太廉政了，我为官这么多年，你看看咱们家这点摆设啊，除了这台电视是你和孟林送的以外，其他有新玩意儿吗？我聂大海没有拿过别人一分钱，我上对得起组织，下对得起天都市的200万人民群众。麻烦就在这儿，明宇。到底做没做那些亏心事啊？没有。好，咱们今天也把话说这儿。不管是你还是你的公司，是出了问题，我绝不负责。哼哼，我什么事儿让您管过呀？爸，我接个电话。喂，哎，聂总啊，有个事情可能要请你出面一下。对，这贺清明呢有个女儿，这个学习成绩好，但是身体呢不行。这个我刚才联系了一下这个和平中学啊，那个副校长呢不太好打交道，他不愿意要。哎。
这么点事儿都办不了。好好好好，这事儿我来办吧。对，老孙呐，你多喝点啊。今天要喝他个一醉方休啊。去，老妹。哎，你哪位啊？哦，英语啊。哎，我有个事儿啊，你看怎么办？有个小女孩，学习成绩不错，但是身体不是很好，想上学呢，其他学校也不能算拒绝吧，反正就不太愿意收。对，这孩子怪可怜的，特别想上学。后来呢，我们公司说拿出十几万来赞助吧，以赞助形式送这孩子上学。哎，这是好事儿啊！啊，对啊，这是好事儿啊。嗯，不过现在办这种事儿啊，这手续上挺麻烦的。不，手续可以后办，反正就这么一回事儿吧。上个学嘛，孩子上个学又不是说什么大事儿啊。那好吧，什么时间？最好是明天。哎，行，等个电话吧。嗯，来吧，各位，咱们动手吧。对不起，沈总。梦玲回来啦。哎，妈，我回来了。你回来了吗？在楼上呢。爸爸呢？也在楼上。嗯，您挺好的吧？挺好的。怎么样啊？就是忙啊。哎呀，我说你们这两口子啊，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吃嘛吃不在一块儿，住住不在一块儿。馆长，您等的什么人怎么还不来啊？哼，别急嘛。啊，看我家里还有孩子。哎，你看来了，老兄啊，你可是姗姗来迟啊，待会儿得罚你。认罚认罚，没办法，路上太堵。哦，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海关新调来的缉私科科长贺清明。久仰久仰，张峰。哎，老刘，有什么话那边说吧。行，好吧，走走走走走走，来来来来来，哎呀，走吧走吧走吧，来这边去。张哥好。哦，张总。刘哥，张总，张总，怎么着？咱们人都来齐了吧？都齐了。好，那我隆重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咱们海关新来的缉私科科长贺清明，贺先生。哎呦，欢迎欢迎！行了，来，都坐吧。来来来来来，都是自家兄弟啊。贺科长，咱们虽然初次见面，可是久闻您的大名啊。来来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市局对外联络处的申处长，我们哥俩一块儿敬你一杯。这是兄弟的名片，白崇辉。兄弟在娱乐业有一些小本生意。改日请贺科长光临，也许能够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呀。对，改天到他那儿去看啊。哎，酒得喝了呀。啊，很抱歉，我从来不饮酒。张总，我三十多年都没饮过酒，咱们能不能以茶代酒？这不大好吧？到了这个地方能不喝酒？
哪怕是意思那么一点啊。就是，对对对，好。今天我们是给贺科长接风，既然贺科长不能喝酒，那么贺科长的酒就由我代劳了。好，好，你代劳。哎，哎，各位，对不住各位，张总虽然是海量，可是今天身体稍微有所不适，这杯酒呢，我就带了。哎，哎，小瑞，小瑞，谁让你替我喝了？你坐下。来，服务员，上酒杯，上三个，喝白酒的。诸位，我今天还特意准备了一些白酒啊。哎，小姐，这叫什么杯子？这种杯子，我一口气能喝100杯。还他的。行，大就大。张总的酒量大啊，3杯不行，那咱们得3:3见酒，酒大杯，怎么样？你敢不敢？对。你还真别激我，别忘了这酒我是带贺科长喝的。好，好，谢谢你们。张经理，这不合适吧？这有什么？贺科长，你是不了解我呀？我张峰虽然没读过大学，但是我做梦都想读书啊，都想跟你这种读书人做朋友。这酒呢，我算是喝定了啊。张先生，这酒不是好东西啊。你们大伙儿听见了吗？啊，贺科长称我为张先生，这说明我不是自个儿人呐。就是，这酒不得喝吗？喝。哎呀。嗯，张先生，别喝了，再喝就该出事了。贺科长，你不会看不起我这个没读过大学的吧？嗯，张大哥，这酒不能再喝了。别拦他。哎，张总的习惯我是知道的。他要认准跟你交朋友，这酒大杯那是一定要喝的。哎，这种玩命的喝法在咱们天都市那就属咱们张总一个人了啊。那是。刚才贺科长喊我张大哥，这大哥可不是白当的，大哥得怎么样，得喝酒啊。好样的，好样的。贺科长，哎，张大哥，能不能不喝酒？这算什么？说话算数，说酒杯就是酒杯。好，弟兄们看好了啊。基本上算是拿下了，没问题。回家走。嗨，今天回来这么早啊？吓我一跳。今天怎么了？
说吧，有什么事？也没什么事，就想陪陪你吧。非洲体育组织第37届是局里让你回刑警队了。这次大会将批准正式启动非洲联盟。连恩人还不高兴啊？啊？就是高兴不起来。回刑警队的代价是让你去查聂明宇，对吧？非洲各国人民广泛宣传。你就知道，你还真答应了。建筑物上将悬黑魔鬼旗。算是答应吧，不答应怎么办呢？那个庞天月要把人给吃了。哎，你怎么了？你和明宇一起长起来的，没有人家能有现在的你吗？这些道理不用我说吧？我知道，明宇就是没有什么事，就是有，你能法办他？啊，这种案子你怎么能接呢？那别人怎么不去查，偏偏派你去查？这明摆着欺负老实人吗？这不是？我跟你说话呢。600多万人背井离乡，沦为难民。你怎么这么傻呀？老让人当枪使。为什么让你去查？不是看你老实吗？你怎么能老让人欺负呢？你，啊？别说了，你别走，你坐说清楚。成立非洲联盟坐下。我告诉你，要查聂明宇，怎么轮也轮不到你。你别急火啊。我想庞局长他的意思是让我先回刑警队，至于调查的事情，我想明宇也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到时候我就走个过场，打个报告往上面一送不就得了吗？啊，我告诉你，刘正汉，你要真丧良心，你去查人明宇了，你让我和亮亮怎么见人家？怎么去见聂家？你听没听见呢？按我说，按你什么说你？按我说，你什么说？你说什么就说什么，说什么？我说，傻了吧唧就会在家来劲，你怎么不跟他们这样呢？你我说查也先查一下，但是我查什么查？能去查吗？能查吗？我不那老爷子那儿你怎么交代啊？我查一下子不行吗？你怎么死心眼呢？你怎么死心眼呢？你我不可能害人，我刘振汉再怎么样也不会害自己的兄弟啊！不跟你说了。傻德行，是我自己坚持要这么做的。嗯，这好听。啊，你听我说，这谁做的鱼啊？是厂里边的朋友。今天是我做的。雷雷什么时候回来啊？还不错，心里还想着妹。爸，嗯，您知道局里派谁查我那案子吗？谁呀？大刘，嗯，大刘，刘正汉，嗯，哎，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嘛？调刘正汉回来查你，亏他们想得出啊！行啊，让大刘来吧，正好我还挺想亮亮的。爸爸，可是外面总在传，说他是个铁面包公。包公啊。陈汉长得倒是挺黑的，可他能把明宇怎么样啊？得罪谁也得罪不到他呀。妈，我公司还得发个传真，我先走了。你多陪会儿吧，好吗？啊。哎，每次都急急忙忙。哎，莫宁啊。明宇最近对你怎么样啊？怎么了吗？他对我一直挺好的。我看你们俩该要孩子了。爸爸，你回来了。闺女。谢谢爸爸。怎么了？你就别装傻了，和平中学都来电话了，说已经正式录取我了。和平中学来电话？嗯。正式录取你了？嗯，校长亲自来电话了。嗯，说你是张叔叔和聂叔叔的好朋友，
你的忙他们一定会帮的。聂叔叔，张叔叔，好像聂明什么，那个是张峰。张峰，嗯，观众，今天早晨我是身残志坚的贺丹丹同学终于走进了天都学校的校门，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对他一下现场采访。您是贺丹丹吗？对，我是贺丹丹。你能够进入和平中学感到高兴吗？我很高兴啊。您是贺丹丹的父亲吗？对。对于和平中学能够录取你女儿这样一位残疾的学生，你有什么感受？贺丹丹欢迎，谢谢你吗？我再重复一遍，我的女儿除了走路有些障碍之外，一切发育都非常正常，而且她学习非常优秀，我以她为自豪。是的，贺丹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同学。那我的意思是，您对于学校能够录取她有些什么样的感受？我现在不想接受采访，但是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得到这消息的？是有人安排我们来进行采访的，请您简单说一下您的感受好吗？很抱歉，我现在不想说什么。贺丹丹同学，看到请同学吗？贺先生，你好。你好，我是藤晓，和平中学的校长，这位是袁明金校长。你好，你好，分管招生工作的，欢迎你的女儿到我们学校来上学。我非常感谢你们。我只想让我的闺女安静学习，不想成为宣传工具。何先生，你误会了。有件事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把我的闺女拒之门外半年之久，突然间又把她吸收入学呢？何先生，单单进入我们和平中学完全是破格录取，按照国家教委的规定，起居不能自理的学生是不能入学的。但是我们考虑到丹丹的特殊情况，还有你的老朋友聂总的慷慨解囊，所以才有丹丹的今天。聂明宇啊，他赞助了10万块钱作为丹丹以及丹丹今后在学校的生活费用。更明确的说，聂总以天都市龙腾集团的名誉赞助了10万块钱，丹丹才有了今天。龙腾集团？对。张峰他啊，张峰是我的老朋友，他是龙腾集团的总经理。久仰久仰，张峰是吗？嗯，和我的兴趣一样啊。校长啊，我跟孩子说两句话。哦，可以可以，你请。请问滕校长啊，你接收贺丹丹这样的同学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作为学校，虽然丹丹学校因为多方面的原因，通过努力还是录取了。丹丹，另外他赞助了10万块钱，因为学校有网站，这个学非常需要经济的支持。咱们不念了。为什么呀？爸爸回家再给你解释。不，我现在就要听你说。我暂时说话不方便。不行，我要上学。